政府近年不断推广青年到大湾区工作，劳工处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招聘博览，为求职人士提供约3000个职位空缺。招聘博览会人流都不少，有人在填表区埋头苦干，亦都有人在面试室内职场面试。有硕士生就希望到一线城市发展，希望就是可以在内地生活，即是拿香港的人工，这样即是生活成本都低一点嘛，那真的给个机会年轻人去即是储到钱啊，即是有一笔小的资金，这样去为日后的生活再即是打拼或者创业咯。读市场推广的他就希望找到月薪大约20000的相关工作。生活成本应该不会，即都不会高过香港咯，应该会比较 prefer 深圳或者广州咁样。担心的话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过咗去做嘢咁样，可能会有啲孤独咁样。